主料：鲅鱼一条。辅料：油、盐、五香粉、地瓜粉。准备时间：一到两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新鲜鲅鱼，去内脏洗净切片，放上调料生抽、醋、五香粉腌半天。腌好的加入地瓜粉，搅拌均匀。锅里油八成热下去，照两面金黄就行。炸好了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